当天堂降临在城市里的时候， Hip Hop 舞者们相信他们生命里一种隐藏不可思议的能量将被重新开启。在我头上的天空不一样颜色的天空，放空月亮引起莫名海水倒灌光中，神的预言三十六章七十八页第五节，著名世界各地最后存在的暴动，那是一种逼迫，逼迫所有人民向前冲，寻找新的所谓的诺亚方舟。那奇迹不存在，可是那灾难已临头，爆破掀起这一场独一无二末日秀。Heroes，我就是天堂舞者，对不对？天堂舞者必须是最强的，但是你还不是。米迦勒之舞，这支超越所有武技的格斗之舞，也就被他们从古老的传说中挖掘出来。眼看着地球十周还有什么值得担忧，眼看着地球十周从天打过你就不求，别等候。米迦勒不会输的，一旦米迦勒之舞成型，这场尬舞是没有办法避免的。于是原本隐藏在城市暗夜里的 Hip Hop 超级舞者纷纷现身，他们的传奇，他们的爱恨情仇，在他们年轻飞蛾扑火般的舞者生命里展开。天堂来了，天堂来了，一场场触目惊心的格斗之舞，也一次次人性黑白善恶抉择之战。米迦勒之舞，城市命运之舞。